太甜了，太甜了。哎，为什么一出来我这个，我是整个好像刚吸过毒样子？那一定是你刚真的刚吸过，你偷吸我家的毒。家里没事放毒干嘛？你家有啊？丢掉算了。他可能没有办法丢，因为他会一直在那里。Someone needs to get rid of this. Based on this inmate transfer schedule, Bolingbroke are expecting a new arrival. One of you is going to intercept the transport, make sure it doesn't get there. Two of you are going to be taking our prison bus and make your way into the facility in its place. You'll be playing inmate and guard. Stay in character as long as it's useful. Then make your way to the rooftops, knock on the radio, and give you a pass to the prop. Meanwhile, the pilot will have picked up the plane and be waiting on the evac in the air.Whoever stole the bus will be bypassing the prison and torching it somewhere discreet. After that, it's just a matter of getting the guy out of the way and getting him onto the plane. Everyone flies out of there except for the bus thief. Professor Reshkovsky takes control of the plane. The three of you on board take a jump. Professor reunited with his precious car. Simple. Should be easy. 哎，要不要我讲一个我国中时的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想想看，我十五就好了。好。哎，为什么你要退出？你为什么安退出？哦，好。然后再开一次。我这边才能调。他早说啊！我紧张，紧张。你不能调啊！我调。是吗？那我一直按。你当犯人。嗯。犯人，你犯了什么错？我偷钱。还有哎。抢了全府，对啊，我抢了这么多东西，那大家都得不到殊荣，有没有恐吓啊？恐吓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我都是三栋。有没有欠债？他都抢了全府，怎么会欠债？我现在买过。对呀、啊，我都很少，我记住很少开库嘛，除了太平洋以外。库洛马我觉得还不错啊。我好像第一次。哎，像我这样子的人，只开自己觉得酷的车是几？对啊，说我只要我有实力，就根本不需要那种全身在保护的车。我很需要，哎呀，我也蛮喜欢骷髅马这台车的。但是我还买了它的一般版。我只欣赏超级跑车而已。你不够快的话，还就不是王道。但是开开车就好了，干嘛还要骑？今天车比较好骑。你们都出来了吗？为什么熊没有？出来了吗？你没有收到邀请。因为你不喜欢我，所以没有。我交了。对，林一餐满了，不干我的事，不是我的错。
我现在钱才500万而已。我的速度比较快。我话都讲完了。那为什么你比较比较慢一点？啊，就要延迟嘞。我什么都不用等，都不用等，夹车按准备。对。对。你可以一开始就按准备啊。按准备啊！开始还要我这边另外按。犯了，你犯了什么错？等一下，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吧？所以你等下跟他跟小红说一下，你在监狱里面你们要做什么？你就跟着狱警，然后往外打，然后我们专业的爆破组会去爆破大部分的敌人。第一人称我，而且看不到那个直升机确实的位置在哪种距离。你不要掉漆哦。重点就是这个，有时候我因为我靠，如果我要确认下面我没有太靠近那个监狱，免得他那个。火箭炮打上了，我还要那边左闪右闪。我们专业的爆破组。然后出来的时候，你们也不用坐那个震爆车，那个到机场了，根本没有必要这样。有我当保镖，对，你只要手枪。就开我的小丑去吧。我去。怎样？我敢说。你怎么那么会刺青？你跟不明一台。Once the bus is secure, demolitions is driving into Sandy Shores. The pilot's going to LSIA.有装就有啊，他那台可以装。我有那一台，可是我不选择不想装。我的喇叭没有改。你要买那台车？不行，只要那台车可以。那台就是我那台 IS 的王者 IS 的。哎呀，我开窗户。就是。我之后再跟你说啊，不然我现在这样讲，你也不知道我说哪一场。再打下去，那个车子就要爆了。那个巴士一闪。我囧了，我从高速公路上飞下来，因为我开太快。还好我这边时间充裕。哎，他不开门呢。时间就已经够长了。假的。完了完了！完了，因为我刚刚从高速公路上飞下来，我现在绕不回去。我走另外一条路，机场不开门。
现在我只是开正常道路没留，看到那山上结果不小心翻车。这么晚了，哪来的垃圾车啊？门下不是白天吗？啊，对哦。我以为你是要去倒垃圾家里的。我已经倒过了。我还有我那个袋子里面装满，就是20杯我喝过的饮料杯都还没丢掉哎。一天一杯，所以你放了20天了。就是说，就是累计啊。因为我平常下班都是6点，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倒垃圾啊。那个会说他一个星期一和星期四才来一次，来一次而已、啊。也是。紧急。等一下，你要搭那个巴士跟狱警一起进去。然后你们就杀出来啊！不叫骷髅马，因为有那个去支援，包括组织支援。你也可以一开始把那个骷髅马停在附近的。他应该没有开骷髅马去。随便怎么都好啊。我现在要确保我开的距离是够远的。我要去玩战斗机了。你就跟着点走就可以，然后不要死。我们这边欣赏空中的风景，不认真看路了，人家撞山。你可以看后面的这台。看后座啊。我直接一个火箭炮把那个没绿色的两个人给他干掉。真有趣。他直接爬。我来监狱附近看你们哈。我怎么没有看到传说中的爆破组？哎呦呦呦！我已经到了。啊，战斗机来了，我不能来看你们了。我要去跟他玩了。你们必须出来，我才看得到那个敌人哦。哇，我发现第一人称我会看不到战斗机的位置，很难玩它哎。我迷路没有走到那一块，那一块。啊，看到了，追尾喽！这战斗机驾驶技术有够差。可是你跑掉就，他是故意放水的。如果你跑掉的话，他追得很快的。已经没有敌人可以过来了。攻击我，你做梦！
近都要听到他引擎声了。偷瞄他们几眼，我还看不到，没有显示出来。哎呦呦，看到包括什么直升机了！哦，我差点被打中哎，谢天！小心哦！刚靠太近了。你没出来吗？喂，你没出来有没有？可不要让那个轮子卡在后面出不来啊！哦，差一点撞击，感觉离得好近啊！虽然我没有看到他。哎，人质，那个人质你怎么没带出来啊？你们还没带出来就在上车。最后你要过去他旁边带他。你或谁都可以。只要你。我差不多要来调降落位置。好，没有，可以出来吗？啊，被瞄到，差一点，好险！关门？你不用关什么门？接上来，接上来，接上来！我降落了。走，打野就可以，你坐后面，快点啊，经济来了。这是我降最稳的一次。等一下，你们要赶快下车哦。Pilot, ground team, you need to coordinate and get Rashkovsky airborne ASAP. 下来，赶快上飞机。就在附近啊。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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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跟你说小心的。你要靠小地图辅助你的方向。我刚说小声是因为他看他就靠近那个后面的螺旋桨了。致命的螺旋桨。螺旋桨怎么讲的呀？这是逃雨一大危险。所以。大家都有被螺旋桨打过，所以我现在要你要记住一件事，以后你从直升机下来，绝对不要从后面过去，从前面、啊，但是往前走啊。
永远都不要往机身的后面走，记住这一点就好了。是警察把他干掉。上来，上来，别管了，别管了，别管了。还有一个没上来。这次没有上次降的这么狠。谁快死了？报上名来。上机的话，等一下就会回血了。门已经打开了，对，上来，都上来了吗？喂，在副驾，让他，那个新发他继续开直升机啊。等一下换他载我，就是你插下去之后按叉叉可以开降落伞，然后你就慢慢滑翔，滑到水里就好。他会自己滑翔， L 往前推就会往下，就是 L 往前推是往下，往后拉是往上。没有，它有规定位置。然后 L 左右推就会转向，然后 R1 跟 R2， 哎 ，R1 跟 L1 也是转向，左右转。两个转向动作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不太会数，你等一下试试看。然后降落在地板上是 R1 跟 L1 一起按，不过我看你还是不要好了，你等一下就那个降在海上就好。你只要落地的时候，如果还那个滚了一直往前退的话，你就还是一样摔死。哇，我要被看到了。怕等一下找不到顶的高度了，拜托不要看到我，钻过去。我现在这差不多高度好了。高度表，高度表在哪里？我记得飞机有个高度表。你已经飞过头了，往后飞。我知道啊，我还在甩警察。哦，我看到了，我看到高度应该是2左右吧，2000，那我直升机，拜托，他又看到我了。飞有点高，对，大概2000英尺高。我们要等甩掉警察才开始跳啊，正在甩了。没有发现我很努力在甩了吗？我只知道，反掉了。
铲掉，刚刚没铲。他们都会突然出现的，阴险。哦，又来一台。啊，终于，终于。靠你啦！两千啊，看到了，跳伞喽！它自动跳，它是开伞。哎，看你的信心，你很没信心就早点开，然后慢慢滑下去，滑到水里。掉海里！哦，我要小心后面的螺旋桨。你怎么冒烟了？我吗？不是。你落海成功了吗？在哪里啊？没看到。你往海滩的方向走，有个黄点。你设那个信号弹，让他看一下。我没有信号弹。那位拿狙击枪的，你设。啊，用那个啦，烟火。根本看不到。啊，有啦，有看到他了，不要在路上着陆哦。这着陆在水里啊，在水，你就旋转，按住 R 或 L 其中一边，然后一直滑下去。不会。啊，游上岸，小心后面螺旋桨。你先上岸吧。哎，我在后座哎。上来吗？上机吗？不坏，随便，不要小心螺旋桨就好了。小心螺旋桨，螺旋桨很危险嘞，我也被打过啊。警察来了，骗你的！骗你！这种没有东西可以抓的。狼啊！骗你！为什么都没有做这个？有啊，一直有飞弹在飞出去啊。那为什么我其实看没看？哎，我不知道，我上次用那个也是看不出到底射在哪里，但是有飞弹出去。猫，恭喜你！飞机驾驶是万年同款。没有啊，我们花了八分钟，我们花了两倍。我身边就是我身边一转也有200万。
在电脑上的话，跟现实一样难赚。嗨，现实中的那个房子的价格可能都好，都比这个跑车还要贵。是 GTA 的。我刚刚看到新巴西这个，一百万请客啊！我听我啊，我这是好几百万，我这个是很小气的。我也很小气。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拜拜。